是楠楠，今天我们又要去串亲戚了，去二姨家赶集会是吧？嗯，他们在这里给我打了好几电话，昨天我打了好几个交。对，二姨给打了好几个电话了，说一定要去。嗯，叫咱们给他去，因为是，咱没你，因为你没去过那边，我亲戚没去二姨家住。嗯。然后二姨就一直打电话想让去啊。嗯。咱走吧。走吧。我现在让孩子妈妈来。